从2018年开始 ，CBA 最佳教练员奖杯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澄海杯。这是为了纪念一个离开我们10年的老人，他就是钱澄海。他被中国篮球人称为“中国篮球教父”。那么在2018年的岁末，在钱老去世10周年之时，我们篮球公园推出了《我与篮球这一生》，钱澄海对这位篮球前辈的一生追求献上一份敬意。这是2018年 CBA 公司设计的最佳教练员奖杯，奖杯的名字叫澄海杯。这是为了纪念一个人，一个已经离开我们10年的老人。他被称为中国篮球的领军人物，他叫钱澄海。他是一个核心后卫，因为他不单要负责进攻、负责防守，而且负责整个的组织战术。看，钱澄海的过手传球多漂亮啊！又是2分。他是最能代表中国篮球风格的一个队员。钱澄海又投中2分。他的特点就用一字来概括，就叫活。中间继续。说钱指导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说，不是完全教你篮球，而是教你，同时还要教你怎么样做人。王正国。钱澄海是一个很慈祥的一个人。那我过去是这个队员呢，我去看钱指导，那我就是觉得钱指导是一个神。75-76，中国队只输半个球了。中国队发球，外围传递，苏联队8号阿斯塔霍夫犯规了，真紧张，7000多人的眼睛都盯住在一个人的手上。钱澄海抬手投进了，76平。苏联队还有几秒钟的机会，中国队紧逼，苏联队投篮没投中，锣也响了。这场友谊的比赛不分胜负，握手言和。这是1953年中国青年男篮和前苏联青年男篮的一场篮球友谊赛。这场比赛让全场观众认识了一个人，中国队的11号球员只有19岁，他就是钱澄海。钱澄海身高1米82，1934年出生于浙江宁波。1948年，14岁的钱澄海在上海的市北中学上学时，接触了篮球，并喜欢上了这项运动。据钱老生前回忆，刚开始他是和同学们打着玩，但是越玩越喜欢。1951年。17岁的钱澄海代表市北中学和另外一所粤才中学组队参加了上海市中学生篮球比赛，并获得了亚军。由于身体不错，1952年，18岁的钱澄海被选入了中南海军。我是从这个中南海军54年选拔到军委海军，55年从军委海军选拔到八一队，到了八一队。当时好像已经进入奥运角色了，虽然我不知道，当时21岁，当时是突然在5月份的时候，我们八一队啊说要有个选一批运动员到苏联去学习1年，准备1956年的墨尔本的奥运会。这就是和钱澄海一起被选拔出参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12名中国男篮队员。在前苏联接受了1年训练后，就在钱澄海和队友们准备踏上征程时，他们却与墨尔本奥运会擦肩而过。由于当时一些反华势力兴风作浪，为捍卫国家主权，中国体育不得不从奥林匹克大家庭中退出。应该说，我作为运动员来讲，本来是很有机会的啊，结果没去成。1956年，钱澄海22岁，已经是中国男篮队长的他，失去了运动员时期唯一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机会。中国队首先上场的是于元虚、福瑞德、安玉平、钱澄海。钱澄海来了一个中央突破上篮，得了2分。
钱程海又一次突破成功。中国队配合默契，接连打出很多好球。虽然没有参加过奥运会，但是运动员时期的钱程海帮助中国男篮获得了1961年社会主义国家友军篮球赛冠军，1963年新兴力量运动会男子篮球赛冠军，接受过贺龙、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这是钱程海一生的荣耀。出众的跳投和传球让钱老成为了中国男篮那个时代最出色的球员之一。1972年，钱程海成为了中国男篮主教练，这一任就是16年。16年让他成为了中国体育至今为止在一支运动队任期最长的主教练。任教16载，他赋予了中国男篮快、准、灵的风格。自1975年开始，他让中国男篮称霸亚洲。1975年在泰国的曼谷，我们就是打败了所有的亚洲队。当时韩国我们在伊朗是德黑兰是输给他的亚运会，那么在这场比赛我们赢了19分，又取得了亚洲冠军，这是第一次亚洲锦标赛冠军。自钱程海成为中国男篮主教练时期，韩国队就是中国队在亚洲的劲敌，而钱程海就是带领中国男篮将老对手一次次击败的指挥官。自1975年至1986年，钱程海给中国男篮打造出了一副称霸亚洲的傲骨。1975年，钱程海41岁。年轻人为主，83年的亚洲锦标赛在香港。哦，对，香港是韩国根本就没有参加决赛，被日本打败了。我们跟日本决赛了，大概赢了有30分，日本就看见我们没法打。我们打球的人呢，王立斌。63年的，孙凤吴62年的，李亚光是大一点58年的，对吧？张斌是61年底的，等于62年的，都是20多一点。由于1983年的亚锦赛冠军可以代表亚洲参加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让钱程海终于圆了他的奥运会梦。中国队啊，可以参加奥运会了。第一次参加，那中国的中国男篮能够参加，那体育委领导非常高兴。1984年7月28日的美国洛杉矶，是全球炎黄子孙都难以忘却的日子。新中国体育代表团来到了洛杉矶纪念体育场，参加在这里举行的第23届夏季奥运会。当这首乐曲在美国上空响起，所有的国人都热血沸腾了，而钱程海就在这支队伍中。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那一年他50岁，身份是中国男篮主教练。那么我当然自己是另外一番感慨了，我终于能够参加奥运会了。各位观众，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他是每个国家出来就奏这个国家的音乐，他不管美国人选的3大纪律8项注意，他精彩了，特别好走啊，大家走得很气，王立斌打气。各位观众，第23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队对。这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队与法国队的小组赛，第一次带队参加国际大赛的钱程海深刻感受到了篮球弱国不被重视，即便当时中国男篮已经是亚洲霸主。我呢，好容易有个场地训练，要想打教学比赛啊，你弱队谁理你了？最后我想了一招，不是各个口都有警察吗？我和警察撂挑了，嘿，你们有没有篮球队啊？给我们打一场，哎，好啊，那好，到他们警察学院去打球。场下不被重视可以想办法解决，但到了场上，面对轻视自己的法国队，面对第一次参加世界大赛经验不足的弟子们，向来不发脾气的钱程海生气了。法国并不太强，中锋也是2米多一点。我那天就王立斌啊，非常好的球传丢了，还给队员发脾气，结果我在中场的时候就大发雷霆，我拍着桌子就指着鼻子骂他。我是目的是叫他清醒，你有能力可以打他，
而且甚至规定他，你允许你带球创人，你也跟他干。最后，王立斌清醒了，结果下半场打好了，我们赢了。赢了以后，我再找王立斌去道歉，我这个态度不好。还有9秒钟，现在是85-83，长传，长传进攻。全场比赛的时间已经到了，结果中国男子篮球队以85-83战胜了法国男子篮球队，队员们非常高兴，互相握手。这是时隔36年，中国男篮重返奥运会后取得的第一场胜利。钱成海带领的中国男篮向欧美球队展现了他们不服输的倔强。1984年的洛杉矶，中国男篮名列第10。中国队的主教练钱成海，11号孙凤武，溜到篮下投篮，球进了，相当漂亮。中国男子篮球队是23-18领先5分。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边一开场进攻的速度就很快，内外线的进攻打得相当漂亮，对方对内线的防守稍微放松，中国队的13号张永军就突到内线。联邦德国队这场比赛里边内线攻不进去，被迫的利用中投，命中率不是太高，中国队在进攻上有里有外，内线的突破相当漂亮，10号的亚光投篮球进了。如果说仅仅打造出一副成为亚洲霸主的傲骨，和在奥运会上能战胜欧美球队的倔强，就把钱成海尊称为中国篮球的传奇人物，那显然不能服众。钱老真正载入世界篮球史册是1986年，在第10届西班牙世界男子篮球锦标赛上，钱成海不仅率领中国队取得了第9名，而且在那届比赛中，中国男篮使用了一种新打法，这种打法后来被叫做跑轰，当时俗称追着屁股打。哪发球的撒就是撒腿就跑，这儿就后就是你还没撞上身呢，那边上篮了。这时候呢，就是说我全队的思想意识很明确，对吧，执行起来很坚决。那么在发动快攻的时候，是5个人同时开始启动。漂亮，中国队打了一个空中配合，11号孙凤武逼着那些欧洲的球队去换小个阵容来防中国队，来抑制中国队的快。乐球打快攻，11号孙凤武，6号黄云龙，漂亮，补篮球进了。张卫平今年68岁，曾是钱成海的弟子。1986年，他是那支中国男篮教练组成员。什么叫追着屁股打？就是抢发边底线球。龚鲁明是那支中国男篮组织后卫，后来担任过中国男女篮主教练。提倡了一个，就是说要利用一切机会，积极的发动快攻反击。王飞是那支中国男篮前锋，后来担任过中国男篮主教练，目前任山西男篮主教练。那一年就是中国队让所有的这个球队都眼前一亮。现在这三人依旧认为那届世锦赛是中国队在国际赛场上打得最好的一届比赛，因为那届世锦赛共有24支球队参加，中国队共打了10场比赛，是参加世界大赛场次最多的一届，共战胜了波多黎各、科特迪瓦、古巴、希腊4支球队。而战胜这4支强队的方法，就是我们俗称的追着屁股打，这是钱成海创立的打法。那给我印象非常深的呢，他就是说球在每个人的手里就是不能停2秒。由于当时被犯规后可以不用将球递交裁判，中国队就是经常利用这个规则发动进攻，这种进攻经常让对手来不及转身。快攻打得相当漂亮，球是像这个烧热了的煤球，在谁的手中都不能停歇。这种先进打法在那届世锦赛后被各篮球强国纷纷效仿，但他们不知道这是钱成海在1985年亚锦赛失败中摸索出来的。当年中国男篮出访美国学习最先进篮球理念，却在亚锦赛中只取得了第3名，这让钱成海坚定了要打造属于中国男篮自己特点的打法。一年后，追着屁股打战术孕育而生，这是适合中国男篮的打法，这是让世界篮球强国刮目相看的打法。1987年，
53岁的钱程海被国际篮联选为教练委员会副主席，专门介绍这种新打法，这是对钱老钻研创新的肯定。后来这种打法有了一个专有名词，跑轰。随后国际篮联因为中国队的这种打法专门修改了规则，那就是运动员被犯规后必须将球递交裁判，等裁判将球交还运动员后才能发动进攻。微笑着执教，微笑着迎接胜利，也微笑着承受失败，笑容是钱程海永远的标志。训练课上他几乎没有和队员发过脾气，总是和队员们讲着道理。每天下班回家做饭，吃完晚饭后就和队员们住在一起。16年的时间，陪伴、儒雅、爱每一名队员，这是钱程海的风格。所以这种风格，我觉得最深的就是对运动员的一种关心啊。这种关心是发自内心的，对吧？是真正想帮助运动员去提高运动员技术能力的。不是虚的，也不是这种特别那种严厉啊，或者是训斥啊等等，不是这样。1988年汉城奥运会后，54岁的钱程海从教练岗位上光荣退休。之后，他担任过中国篮协副主席，创立了程海篮球学校，并在全球范围大力推广华人篮球运动。但没想到的是，2001年，67岁的钱程海被诊断出了骨癌，而这病因居然就是在华人篮球赛上一次磕碰肿起的小包引起的。哎呀，没在意，因为打球磕磕碰碰嘛。哎，慢慢不知道怎么发展，哎，变成了癌变了。命运像勇士低语，你无法抵御风暴。勇士的回答是，我就是风暴。当骨癌如风暴向年近70的钱程海袭来时，老人抵御风暴的方式是面带笑容。这份笑容让所有来探望他的队员们动容，即便是双腿截肢，钱程海却用笑容展现着刚强，微笑着不向命运低头，是师父给弟子们上的最后一课。先是截这个小腿，后来截大腿，后来截到内扩散到那边了，再截那腿，最后两条腿都截肢了。现在讲不但人要有智商，对吧，还要有情商，同时还要有逆商。逆商就是在逆境当中你要有能力，有智慧，对吧，能够战胜各种困难，让自己重新站起来，乐观地对待人生，对吧，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你一般人在这时候啊，一定是情绪低沉啊，沮丧啊，但是钱指导是非常非常的乐观。就是我们看钱指导去一边聊一边弄啊，就好比啊，哎，你是那得癌的，他是来看你来了。啊，那你见着他的时候，他永远都是穿得整整齐齐，戴着围巾。啊，那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真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看见他，他就始终是跟你笑。电话来了，中央电视台是来看钱指导。坐。你看中央台来，李代表见着了。来，放着。那会儿是哪一个架子？那这个是的。钱老师，你别谢谢。小匡，你代表吗？还得我是吗？王菲。跟块儿老去这个去他们家去看的。那钱指导也是，这是一条腿没有，拿这拐棍就是开那个电视那遥控，他就说你看我这跟遥控一样，拿那开那个电源，啊，就是始终就表现出他的这种乐观，啊，那钱指导这一辈子好像都是这样一种和善、一种和蔼的面貌出现在人的面前，啊，但他的威严、他的工作的态度，那所有人都是尊敬的。把我们去看，头一句话，你看没有，我这个儿又矮了，现在缩得成1米了。哎，他一上来，他先说这么一句，所以你这心里啊，特别的，又要乐啊，但是又特别难受。我那些老队员来看我，
他们都有一点好像就像你刚才讲，他不太能接受，那么哭是吧？哎，对对对，我做他们工作，我反过来做他们工作，这个你赶上了嘛，就那么回事儿。你生病，生病了就好好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嘛。现在情况挺好。2008年4月24号，74岁的钱成海在与骨癌抗争了7年后，永远的离开了我们。遗憾的是，钱老没有在家门口看到奥运会，也没能看见中国男篮再进前8。任中国男篮主教练16载，他给予了中国男篮一副傲骨，一脸倔强，一种信仰，一份刚强。他让中国男篮称霸亚洲，他让中国篮球被世界尊重。他的弟子现在大多还在中国篮球的一线工作着，其中他的弟子龚鲁明、张斌、王飞、李亚光、孙凤武等都先后出任过中国男女篮主教练。2018年，钱老已经离开了我们10年，如今 CBA 联赛最佳教练奖杯叫做澄海杯，这是中国篮球后辈们对这位前辈一生追求的一份敬意。钱老的离去对于中国篮球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但他的这一生给中国篮球留下了太多宝贵的财富。他执教中国男篮16载，让中国男篮称霸亚洲，也让中国篮球从此被世界所尊重。他给予了中国男篮一副傲骨，一脸倔强，一种信仰和一份刚强。2018篮坛那些人那些事，下周播出，敬请期待。好了，我们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那2019年呢，就要朝我们走来了。在8月底，篮球世界杯将在中国的8座城市举办。前有国内篮球的诸多改革，后接国际的顶级大赛，一个属于篮球的大时代正在缓缓拉开帷幕。那下一期呢，我们篮球公园将为您讲述2018中国篮球的荣耀历程。稍后呢，体育频道将会为您带来的是 CBA 北京和深圳的一场对抗，我们稍后将会为您带来更多的精彩节目。好了，这里是篮球公园，我们明年再见。看体育直播就上华人 TV。